港澳的街坊朋友望过来了，现在我面前这一套94方的精装修大四房，你有没有听错，是大四房。门口入来右手边一间，第一间房阳台部件的，送一半面积，你看这个彩钢面掂不掂，可以做个书房的。出来就是一个餐台位了，同埋一个 L 字型嘅厨房，呢边有个采光通风嘅窗嘅，而家首期只需要50,000就可以上车啦。明年5月份交楼嘅，系精装修交付俾到你嘅。呢啲橱柜三件套全部都系有齐俾你嘅，而且系个明厨嘅设计，采光通风非常之好嘅。咁跟住客厅嘅开间咧系4米嘅，咁出边露台都系4米，我哋去睇下景观露台。整体个空间都系好阔落嘅景观露台。而且楼间距是很足的，望翻小区内缘。咁跟住我哋入去睇下剩低3间房。呢、這个屋苑距离珠海先500米，15分钟就可以直达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啦。翻香港澳门都好方便嘅。跟住公用洗手间有翻窗嘅，后面就系第二间房啦。咁就下整体嘅空间采光面非常好嘅。跟住就第3间房，感受下整体嘅空间。OK， 最后就到主人房啦，你嘅房卡。入到嚟右手边，首先就系个套厕，而且系有翻窗通风采光嘅。感受下1.8米嘅大床入房，双边落床位嘅。咁感兴趣嘅朋友，欢迎实地嚟睇楼。